现在，咱即卖哦，是毋是爱将这些道单甲破坏？啊，若无这江道生转来啊，如果为非作歹啊，这一定爱的啊！来，好，这破坏掉，你若搁敢转来作歹，我就报警，就你啊！这真乃一阵乌烟哦！ 不妙，是安怎？不妙，安怎不妙啊？本来是无用着，是阮应该是伫阮风水山内面流传一部禁忌之术。是讲照你讲，伫咧百年前，有前辈高人解封印啦。我嘛是对阮主家传落来古典内面，读着有关消息。啊，是讲江祖兴，哪有这本册啊？这我嘛唔知，要唔过？ 一定要甲处理掉，要若无，绝对危害着世人。神爷，你著赶紧啊，去甲处理掉啊！神爷，这。 咱即马讲者，将咱的血，转伫咧福州顶头。哎，哈，迄个武功咧无去啊？两位拢是帝王上的头人，可是结成之家。 辛苦就带来正气，才有办法帮助我重新来封印。哎，是讲安尼就真正拍袂开吗？你试看麦。真的嘞，神的就是神的啊。
我是很好奇的呢。啊，是安怎？你安怎才会当拍开？既然是咱三个人的血液该封掉的，当然就需要咱三个人配备。像这款要么鬼怪物件，永远啊，就卖搁佮拍开啊。先生，这款代志我来办，你哦，就好好佮处理啊。对了，先生，这是交流啊。既然两位信任过我，我一定该处理好事。心中大早的乌血总算是出现啦！我都不信你会当让伊一世人。我等这个机会，把钱都等来。永恒不是就很伟民啊！宋军，你想哪啦？都为得不爽快是不？就是这个啊，当年啊，我甲担当的老爸陈金良，也过恁爸三个人，做伙甲这封印的。丽萍啊，丽萍啊，天天戆戆徛在家啦。我。会当的，我十七岁就给爸赶出去啊！我只是想会到，伊反复要交代人是我。照你讲，伊要交代人，应该是我的小弟国庆啊才对。虽然讲啊，你甲国庆拢是恁爸的后事，也毋过啊，国庆姓林，你姓朱。我再讲啊，那是牵连到风水法术的问题啊，到底是你较慢，还是国庆较慢啊？虽然讲啊，当当年恁爸心肝了太坏，将你赶出去，也不过照今嘛安尼看起来啊，恁爸是将你当作一团人在看待啊。但是啊，是讲顶面那搭遐侪有啊。哦，这哦用看的就好啦。这鸭啊吼拍袂开啦，无将军啊，你照伊看卖。哦。哇，这阿爸上像你这样狂的哦。那拍袂开啊！阿公，这内底是底啥？哎，你内底啊，藏的就是恶名昭彰、充满罪孽的恶册。当当年哦，阮想要处理掉啦，你食无，将了等你去火炉内底去烧，
结果竟然啊拢烧袂掉呢。最后只好将伊啊放入去盒内底，用我陈老爷一个煮西仔火哦，将伊封印起来。阿公，所以这顶头有恁三个迄手印哦。因为主席有讲啊，讲我也个陈老爷吼、哦、是地方的头人，啊，常常咧，甲庄仔来的人啊斗三工做好代志啊，所以啊，本身带有这个正气，真适合啦来奉迎这个阿爸。所以啊，这个阿爸不管什么人啊，拢拍袂开啦。有种代志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你报我知呢。其实要破这个封印，嘛不是介困难啦，只要用你的血，甲另外两个人后代血，就会当拍开啊。因为啊，这个物件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啊。我甲迄个陈老爷哈，拢无即插即代志啊啦，啊拢交迄个主事啊去处理啦。哦，哎，想袂到啊，我到今嘛，竟然阁会当看到即个阿爸。也毋过啊，我心内啊，有一个真不安的感觉。真正破解四分五七的谎言，一定会对我做失望。你应该怎样？风水之术是要形神做人，绝对比那害人做好。你这么做这个业种，唔然害别人的祖先，我得安宁，是不是该好一家孙呢？是我这世人哦，上重要的人呢。我一知影我有心跳哦，我就想起你是安怎辛辛苦苦把我才养大汉的。阿妈，啊，我即马足紧张的呢，我唔知影我是不是会当做一个好妈妈。慧玲，一点是鸟。天不是娘，这个我做那边，国家派一条罪名安尼，当我靠亲爹救我，我这一生下罪去甲爸甲偷日子，不过至少我可以做孙，甲我个阿孙因会当幸福平安活咧。
抓怕杀准，朱丽萍，你和我两个准准准，我就知影你的条件是感情，我西人一个，你就乖乖啊，解开乌切的封印，无我失望。总算是消息啦！今嘛，我人会当做动啊！啊！